听见三十三分贝，再微弱也定能听见。郭阿棠是一位长期病患者同埋听障人士，我最想被听见的说话是希望政府同医院可以多啲政策支援听障人士，例如即时文字对话，但我可以好似普通人咁第二声。自我封闭得好紧要，同埋错地方一定要靠住埲墙，即系唔想，即系人嘅阴影唔可以企喺后面，好似感觉上佢喐手喐脚啊，讲呢啲难听嘅说话，因为冇朋友倾偈，冇屋企人倾偈，个感受咧就好难讲受出嚟嘅，即系。想啲問題，越諗就越灰，就行咗上天台嘅啦，係咪先？行咗上天台，你冇人傾訴，行咗天台就想跳。天倫家庭服務中心非常之好，因為個人冇接觸社會嘅嘢，同咩朋友啊、親人啊，冇得講嘅。社工啊，幫助上我，幫我解決咗好多好多問題啊！醫生、護士唔會咩冇耐性嘅，只有幾時你仲要俾個護士鬧我傻佬，佢只有用佢手把電腦語音轉文字俾你睇，咁啊非常之細鏡，但顯微鏡先睇到咁滯。我去醫院咧，攞藥啊，睇咩醫生啊，全部側邊啲病又幫你解釋，到你啊，到你啊，唐生咁嗱嗱聲睇醫生，因為完全聽啲喇叭都聽唔到，攞咩藥係咁啊，等兩三個鐘頭咯，戇居居，啲病又可以幫到你。一個人點樣幫到人，幫助人咧，人哋就點樣對翻你嘅。